老花鱼美丽达回答一下翅膀们的养殖问题啊。第一个翅膀，草莓苗上面长了小芝麻一样的东西是什么东西？先看，这就是蚜虫一类的。蚜虫这个东西呢，你可以用水给它冲掉，好吧？如果说吃的东西你不想打药的话，用水冲，你就把那个花盆滴溜着，放到水龙头那用水冲一冲。个人不建议用药，你什么辣椒水、大蒜汁那些个，或者是肥皂液，你可以用一点啊。如果说用药的话，会影响咱们后期的一个食用啊，会有一些药物残留，所以说个人建议呢，吃的东西尽量的别用药啊，好吧？有的话说，老黄，你不是说辣椒水、大蒜水、肥皂水那些没什么用啊？哎，确实是不能根除，但是它能抑制，好吧？就尤其是吃的东西，你用药，这咱就说句不好听的，这个虫子可以吃，你用了药以后呢，对吧？所以说你得有个衡量利弊哈。但是我不是说这个东西就能彻底的去杀虫这个样子啊，明白就行。老花姨啊，看看这个栀子花咋的了？我昨天发两个小时视频还不懂，那栀子花没咋地啊？你经常喷水吧？肯定是你经常喷水在上面，这就是喷水水多了，老是在上面凝固啊。别的没啥，如果说你看着这一片实在不好，你可以剪掉让它重新长，要不然你就先正常的给它养护养护。像这种一般是什么情况啊？就我个人猜测，一般呢是在运输过程当中导致的。你跟这个应该是没买了有没多久。这个呢是以前的硬伤，不是说在你那个环境里面慢慢变成这样的，对吧？啊，这个没事啊，这很正常，就跟人一样，是吧？啊，破了，你看我的嘴角上火了之类的，有的这种小皮外伤很正常。下个臭宝，杜鹃交叶啊，这个臭宝的花呢，看着呢就稍微有一丢丢的营养不良，还有呢叶片上出现这种呢，我看着你盆土里面特别的干，应该是你养花停留在第二层不敢浇水的那一层了，好吧？浇水的时候也该浇的就要浇，干了就浇，干透了就得给它浇透，好吧？别干透了以后舍不得浇水，注意自己的通风。另外呢，这一是一盆海棠，海棠这个给我的感觉也是有点缺水啊，过头了。还有一个就是缺光，通风也差。你像很多的话，我说老花姨，我就一个月我就浇一回水，为什么还会出现那种水大？它有一方面是什么呢？叫闷根，就是你像这个海棠就是有点那种闷根的一个感觉了。这个根系啊，不是说你浇的水越多啊，或者说越少啊，就会闷根，会不会闷根那个样子？你要看它整体的一个透气的程度。如果说没有空气的话，植物的根系长得就不好，慢慢的就会体现到叶片上面，好吧？你像这个，臭宝的这个海棠，你直接扔到室外现在去养护，你只要别缺了水，正常光照给足，它长得一样很棒。这个就是缺光，别的没啥。下个臭宝，帅花一，嘿嘿，救救我栀子花，又是栀子花的臭宝。这个栀子花现在这个情况呢，就是缺营养，营养很缺乏。您可能是用过磷酸二氢钾之类的东西，现在这个时期呢，它是有一点点那种缺乏氮肥，你要了解，可以用一些粪肥，你像发酵的羊粪啊，或者说你用一些个缓释肥啊，或者说用一些个那种比较通用型的肥料，别老是光单纯的用一种肥料，就跟人吃饭不是一个道理吗？是吧？你说老阿姨，我早上我吃了三斤菜花，我到现在我有点没劲儿，那很正常。我问你吃饭了吗？吃了，我吃了三斤菜花。那不一个道理吗？对吧？你得吃点馒头，吃点肉肉，那不植物也是一个道理，好吗，宝贝？然后呢，这个花苞的话，现在估计是开不出来了，你可以剪了，让它重新培育，然后该施肥的施肥。下个臭宝，老万一我这肠子能咋的了？正常干固还是咋的了？这个就是有点缺光，然后呢，有一小点的那种通风差，不过这都是老叶子的一个现象，新叶子我看长出来的还是比较健康的，这个属于很正常的一个状态和情况啊。你这个东西你怎么避免？以前老跟你们开玩笑，我说你谈个女朋友分手了，你又谈一个女朋友，然后你前女友跟你说她心情不好了，关你屁事儿。你现在这个女朋友好不就行了吗？对，新长出来叶子好不就行了，老的不行就剪了呗，让它重新长呗，那没办法，这种黄了的叶子就剪掉吧，没办法，你要留着时间长了它开始霉变。水培的观音如果刚开始好好的，后来就发烂了，请问这样怎么办呢？你经常喷水，还有一个呢，你像水培的这个，它营养是不够的，宝贝儿，营养是不够的。有话说，往水里面加营养，不是不可以啊，你买好一点水培营养液是可以的。再一个呢，它长得比较长了以后，你看下面这个老叶子，你应该给它掰掉，上面长出来的只要是这种白白的、黄黄的，不是那么绿，这就是黄化病，就跟人的营养不良是一个道理。你喷水时间长了以后，它就会烂，因为人抵抗力变差了，就像植物本体的抵抗力变差了，你经常喷水就会导致它腐烂，明白了吗，宝？就是这么两个事了，啊，别的没啥。希望臭宝们养花的时候，你就把花当成人，其实很简单，这很好理解，好
好吧，有其他问题视频要留言，我是老花一，眼花追三一，点个赞再走，拜了。